请看第七条，缓接连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直虚气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进，邪僻事绝勿问。缓接连勿有声的缓啊，是慢慢的意思。在古代的房门口都会有布帘或是竹帘，就等于我们现在的门一样，这是要我们开关门的时候动作要轻，不可以用力。开关门如果太大声，有时候会吓到人的，而且我们的动作如果太大了，有时帘子或是门啊会打到后面的人。宽转弯勿触棱，棱是脚的意思，向墙角缩脚，这句是要我们走路的时候遇到有缩脚或墙角还是较狭窄的地方要稍微的避开，保持一些距离，这样除了可以避免使自己受伤外，也不会把东西弄乱或弄脏。而它更深的含义是要我们在待人处事时要懂得圆融，说话或做事不要太强硬，有棱有角，遇障碍时要知道让，不要坚持自己一定要怎么做，以免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受伤害。下一段，直虚气如直营，入虚室如有人。直是拿的意思，虚是空的意思。当我们拿着空的器皿容器时，就要像里面装满了东西那样的小心谨慎，也是引申要我们做任何事情时啊都要小心注意，不可以粗心草率。当我们进入一个空屋子或空房间时，就要好像有人在一样，不可以因为没有人就随随便便乱翻乱看。要知道啊，无论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啊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天地鬼神都清楚明白，没有件事啊能瞒得过他们。周庸里面有一段话啊，说一个君子啊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要有谨慎警戒的心，而在众人听不到的地方要有恐怖畏惧的心。越是隐秘幽暗的地方越是容易发现，越是维系的事情越是明显。所以一个君子要做到慎独，当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不敢动不好的念头，不敢做不该做的事。底下一段，事勿忙，忙多错，这是教我们做事情不要匆匆忙忙，忙就是心里很乱，言语行为都很紧张匆促，因为在忙乱之中啊，很容易出错，所以要尽量的避免。勿畏难，勿轻略，轻略是忽略的意思。我们在处理事情时啊，不要因为事情困难而产生退缩的念头，要有无所畏惧的心，以智慧面对，最起码多做几次也会愈来愈熟练。也不要因为只是一件小事而掉以轻心，通常做事会失败无法成功，往往就是因为太自负，自以为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就是在小事上啊出了差错。斗闹场绝勿进，斗闹场啊是指现在一般热闹的娱乐场所，像酒吧、舞厅、赌场，因为这些地方啊去的人啊比较复杂，容易有是非产生，有时候会发生事情，甚至打架动刀动枪啊都有可能，也可能一不小心而受到波及，因为子弹是没有长眼睛的。所以教我们绝勿进还是远离的好。底下，邪僻事绝勿问，邪是不正，僻是怪僻，邪僻事指的是一些怪异不正经的消息或跟人隐私有关的事情，所以这一类的事情我们要做到绝勿问，即使别人来说我们都不要听，
更何况是主动去探听。一般人都很好奇，都是想知道别人的私事，或是听一些诡异的事情，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习气。尤其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说，这是会污染清净心的。所以要做到觉悟问。第十八条，香入门问俗存，香上堂生必扬，人为谁对以明，无与我不分明，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第一小段的将入门问俗存，俗是谁的意思，这是说当我们要进入别人的家中或房间之前，要先按铃或敲门，看看有没有人在，不可以没有通知就跑进去，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将上堂生必扬，堂是指大厅或办公室，我们将要进入办公室或客厅时，即使有人在里面也要先出声或敲敲门，让里面的人知道有人要进来了。这除了显示自己的行为光明正大之外，也是避免吓到人的。常常有人轻手轻脚来到人家的背后也不出声，结果一回头把对方吓一跳，这种玩笑开不得，因为人吓人会吓死人的。请看下一小段，人为谁对以明，无与我不分明。当我们去拜访人或打电话给人的时候对方问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名字很清楚地说出来。无与我不分明不可以只回答说是我，因为这一句是我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这种回答等于没说嘛。我们以为对方一定记得我们，认得出我们的声音，结果对方根本也搞不清楚你究竟是谁类似这种情形所发生的误会跟笑话非常多，所以我们要避免犯相同的毛病。请看下一段，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这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要用别人的东西时一定要先经过主人的同意，如果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就擅自的动用，这种行为就叫偷盗。有些人就是抵挡不了自己的好奇心，老爱去翻翻别人的抽屉开开别人的衣橱，看看别人有些什么东西这种举动很不好，如果一旦让人知道，将来别人若是丢了东西，第一个就会先讲到这个人，因为他的记录不良，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些行为。下一句，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当我们向别人借东西时一定要说明归还的日期跟时间，而且要在这个期限之前把东西还给人家，这样以后如果我们有急用再向别人借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用良好人家才会借给我们，所以说后有急借不难。在现前的社会上发生最普遍的就是借了钱不还，因为不懂因果也不信因果，所以才敢借了不还。如果他们晓得将来果报是严重他们一定不敢这样做。由此可知提倡因果观念是有其必要性的。请看第十九条，凡出言信为先，大以妄岂可焉，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奸巧语会污词，是警惕切戒之。请先看第一小段，这是告诉我们只要一开口说话，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用，要言出必行，要真诚不欺。大以妄是欺大奸诈虚伪跟不实言语的意思，这是说奸诈跟虚假的话怎么可以说呢？孔子曾说过，
人人无信，不知其可也。是说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不知道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别人知道我们是一个不说谎、诚实不欺的人，那别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会很安心的，这也是一种无畏不施嘛。相反的，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专说假话、内心虚伪的人，那当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人家对你所说的话，都会抱着怀疑的态度。那么你将来你在做事的时候，会因为别人对你的不信任而产生了许多的障碍，更不可能受到别人的尊敬。请看下一小段，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话说多不如少，这是要我们少说话。不管是佛法还是世间法，都要我们少开口。有关这一类的名言也很多，像多言必败、言多必失、过莫大于多言、恶莫大于无耻、处事戒多言。反正就是要我们慎言寡言，小心自己所说的话，以免祸从口出，为自己招来了祸端。除此之外在人跟人接触的时候会有是非产生，就是因为话多，所以才有是非只因多开口这句话。唯其事勿宁巧，事表事实真相或正确的意思，宁巧是狡辩，这是要我们说话时不可以言过其实，不可以歪曲事实或是故意的挑拨是非。有时候我们在描述一件事情，常常把自己的感觉加了进去，即使你最初没有挑拨的心，可是到后来却因为你的加油添醋，使得别人互相产生怨恨。这时候你可能还不知道，你已经造了两舌的业，也就是斗乱两头。有时候我们做错事自己心里知道，可是当有人指出来的时候又不肯承认，硬是要狡辩，这都是自我保护意识太强了，我执在作怪而不自觉。下一小段，奸巧语会污词，是警惕切戒之。奸是奸诈，巧是巧佞，也是指无理的强辩。这是说有的人他的口齿犀利，说话常酸溜溜的喜欢挖苦人，或是一开口就是在当这儿，把脏话当作口头禅不尊重别人。有的则是油腔滑调像这一类的言语都要避免。市井气市井就是市街。以上所说的都是事实上一般人常常犯的言行举止上的坏习惯，戒是戒除这种种不好的习气，都包括在佛门所说的贪嗔痴慢疑里面。对于这些毛病我们都要谨慎的把它革除掉。接下来第二十条，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是非疑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此说长彼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未真勿轻言，见是见地，真是真确的意思。这是叫我们当我们对自己所看见的事情如果不是十分真确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发表意见或是说出去让别人知道，因为我们所看见的只是片面的，无法面面俱到，所以才能会发生误会。知未地勿轻传，知是知见，地是究竟透彻。当我们的知见或对事情还没有真正了解透彻时是不可以轻易的向外散播，传错了会造成问题的产生。其实佛也说过，在还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一件事或一段话有它的前因，有它的因缘，我们只见到事情的片段啊，又怎么可以把这片段的所见所闻传出去给别人知道呢？而且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在欺骗我们自己。如果你相信他，如果你相信他们，那你就被骗了。更有些人啊，只是凭着听到一句话，再加上自己的妄想，就可以编出一件新闻来。这种无根的谣言常常惹出了许多的是非，在现在的社会里啊，是时有所闻的。所以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啊，别做一个说是非的是非人。除此之外啊，这部分也可以解释成自己所学习的东西啊，功夫还不到家的时候，不可以轻易的传授出去，免得交错误人子弟。下一小段，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宜是妥当啊，适宜的意思。这是教我们对于不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也就是会影响到第三者的事情，或是自己没有权利决定的事情，都算是不适合。这种事绝对不可以随便的答应，如果你随口就答应下来，将来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有时做了之后啊，造成自己的困扰，想不做却又已经答应了别人了，怕变成不守信用，左右为难呐。所以啊，不要为了人情压力而随便的答应别人事情。接着看啊，凡道字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啊，道字就是说话谈吐时，重是重点或是稳重，舒是舒缓舒畅，慢慢说的意思。当我们说话时要慢慢说，而且要把重点表达出来，让听你说话的人能够很清楚地明白你的意思。勿急急，勿模糊。急急是快速，说话每个字都要说清楚，不可以急躁，也不可以模糊不清，省得令人会错意。下一段，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彼此就是这那，长短就是指是非，也就是说东说西的意思。在与人与人相处啊，在一起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正事说完了就话家常，接下来的就说是非了。不管是在家庭或公司、学校都是一样，尤其在团体生活中啊，更是避免不了这种情况。所以这里就教我们，不关己莫闲管。遇到有人在谈论别人是非好坏的时候啊，没有自己的事就别去多管闲事，省得给自己招来灾祸，或与人结下了怨仇。请看第21条，见人善即思齐，重气远以见机。见人善即思齐啊，也就是见贤思齐的意思。当我们看见或是听到别人品德好，有什么优点或做了什么好事时啊，我们要发心跟他学习，希望能跟他一样好。重气远以见机呀，机是上升的意思啊。即使在开始的时候啊，跟对方相差很远，只要我们有心呐，愿意向他学习，慢慢的呀，我们也可以赶上，达到他那种的程度或境界。下面呢，见人恶即内省呢，这是《论语》上说的，见不贤而内自省。要我们看到别人犯过失时啊，要马上回光返照，反省自己啊，是不是有犯相同的错误，而不是去指责别人。有则改，无加警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毛病，但也要警惕自己啊，将来不要犯，绝不可以因此而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比他人优秀。而我们的习气啊，大部分都是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或听到别人被赞叹，就生嫉妒障碍，心里不是味道，硬要再把对方的缺点找出来，不肯发随喜赞叹的心，更何况是向对方学习。
而听到或看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啊，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到处去宣扬，唯恐有人漏听了这个消息。这种习气若是不改，成圣成贤那就遥遥无期了，然而成就道业更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我们的心里所装的所想的都是别人的好处优点，那我们就处于善境界。如果我们整天在想别人哪里不好，又做出了什么事，那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心啊当成了垃圾桶，专门装别人的垃圾，那我们当下就活在三恶道中。所以我们要善学，孔子也教导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啊。如果想在这一生成就的话，就一定要转念头，所有的人都是佛菩萨的视线，世界好的境界好的事是教我们要学习它，世界不好的也是在教我们警惕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否则会有不好的果报，而不是真的有好人坏人。一旦能够这样的用心啊，品德就可以日渐的提升，离成佛才会愈来愈近。请看第22条，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唯德学的唯啊是只有的意思，当自立的立啊是勉励振作的意思，是教我们只有当我们的品性道德或者才能学问不如人的时候啊，应该要振作奋发，勉励自己啊，以那些品德学问良好的人或是圣贤人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啊，自我期许啊，向上提升。可是呢，如果是衣服饮食方面呢，吃的比人家差啊，穿的比人家不好的时候，也要做到勿生戚啊，不要感到忧愁难过，因为内在的哲学涵养比物质生活重要的多了。像孔子的学生颜回，虽然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是他仍然安贫乐道，一点也不起烦恼啊，全心全意的啊在学问上下功夫，而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一般我们所说的品德啊，是以孔子的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为标准。我们这一生成就与否，成就的大小啊，完全看我们本身是不是有德，而德的标准也就在于此。所以哲学是我们这一生无法远离的，因为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第23条，闻过怒，闻欲已乐，损有来，亦有却，闻欲恐，闻过心，质量是见相亲。这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我们过失时，就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听到有人赞叹，我们就欢喜得不得了，那很快的，那些会说好听话的替你掩饰过失的教你吃喝玩乐的损友就会来到，而那些有心帮助我们的益友就会离我们而去。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听不进去，何必留下来跟你结怨仇呢？那什么是损友，什么是益友呢？在《论语》里面孔子提到损友有三种，有偏僻，有偏佞，有善柔。有偏僻是善于逢迎巴结谄媚的人，有偏佞是在你面前说一套背后又是一套的人，有善柔是说能说善道的人。跟这些人交朋友对我们是有害处的。益友也有三种，有直有量有多闻，有直是为人正直的人，有量是诚实的人而且有宽容的心，有多闻是见闻很广博的人。有这三种人做我们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进德修业。相反的，如果我们可以做到闻欲恐，闻过心，听到别人赞叹我们，我心中感到很惶恐，生怕别人言过其实，觉得自己空有虚名，根本没有那么好嘛，反而应该要更努力才对。听到别人说我们自己的过失时啊，
感到很欢喜，因为又有机会能够改正缺点，提升自己的品德了。当那些益友知道我们是一个愿意改过、乐于接受别人劝告的人，那他们就会间接的来亲近我们，来帮助我们改过向善。所以说，质量自见相亲。第24条，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常言是增益孤。第1小段的非啊，是过失不当的行为。我们每天从早到晚，无论是起心动念或是言行举止，无心所犯的过失啊，就叫错。有心非名为恶，如果我们是故意的去做错，明知故犯的话，就叫做恶。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即使是无心所犯的错，只要有伤害到众生，都要尽量避免。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啊，就是在有心跟无心的情况下，累积了无量无边大大小小的业。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道理了，更要小心翼翼。所以过失无论是大小，有心或是无意，都要尽量的避免。下一句，过能改归于无，常言是增益孤。孤是罪的意思。犯了过失，只要能勇于肯改，过失就会越来越少，渐渐的就再也没有过失了。可是如果想掩饰，那就罪上加罪了。所以说，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只要肯改过，我们的人格品德将来仍旧是完美的。可是如果起心动念想要加以掩饰，不肯诚实地去面对，那对于自己的罪过等于是雪上加霜，让它更深重而已。请看第25条，凡是人皆惜爱，天同覆，地同载。覆是覆盖，载是承载。只要是人啊，其实不只是人，也包括了一切众生。因为我们生存在同一个天地之间，所以都要互相的关怀、包容、尊重对方，互相的勉励向上啊。我们要学习苍天及大地呀，苍天是不分好人或是坏人，都平等的覆盖，大地是不分干净或污秽，都一律的承载，实现了平等无误分别。更何况我们明白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就是一体的，是一而不是二，所以要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请看第26条，性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财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性是品性，名是名声，貌是外貌，意思是说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他的声名威德自然就高超，流芳万世。就像孔子一样，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不管是东方人或是西方人，知道的人没有不敬仰他的，真的是流芳千古。直到现在孔子的后代孔德成先生到美国去访问时，美国人对他特别的恭敬礼遇。由此可知啊，一位真正有德性的人，他所积的德是可以庇荫后代子孙的。而人所重非貌高，这也是在提醒我们，世人所尊崇重视的是德行，而不是外表的形象好看而已。而在这个现代这个时代啊，虚华不实的人啊多，而重视自身品德修养的人很少。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品德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多读圣贤书，从自己做起，做个好样子，示范给众生看。也要多赞叹善行，对于有德学的善知识啊，要多多的向他学习，再介绍给大家。接着底下，财大者望自大啊，财是指品德、智慧、才能。一个品德、智慧兼备、
而又有才能的人，他自然然地啊受到他人的敬仰，声望自然大嘛。而人所服非言大，人们所佩服的啊不会是一个口才很好但只会自我吹嘘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也不会光听别人的赞叹就随便的附和，而是必须要在日常生活中在在处处看见那个人真真实实的表现出来，才会真正的佩服他敬仰他。第27条，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勿谄富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人不闲勿事搅，人不安勿话扰。己有能勿自私啊，是说当我们有能力或有某些才能的时候，不可以自私，不肯教人或不肯为人做事，这就是所谓的令法。法不单只是指佛法而已啊，也包括了一些学术啊技能在内。如果说你有能力帮助人却不愿意去做，那将来一定会遭遇到相同的待遇。所谓是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们要懂得欢喜教人，欢喜布施，与为一切众生付出，跟别人结好缘。人所能勿轻之啊，知是诽谤批评的意思，这是教我们啊，如果别人有才华有能力或是有好事情发生，我们要有随喜的心，不可以有酸倒的心理，应该多加的赞美和肯定。常常有人看到别人好啊，心里就不平衡，或是酸溜溜的说，他只不过是因为有某些关系，才能有这样的机会或成绩，那没什么了不起嘛。或是故意的去诽谤对方，这些都是很不好的心态和行为。而我们如果想在这一生有所成就，啊，互相诽谤的这个习气啊，就应该把它改掉。要养着互相赞叹禅事。佛门有句话说，若要佛法兴，除非生赞生，世间法也不例外。下面勿谄富勿骄贫啊，谄是谄媚，骄是骄傲，这是告诉我们在面对有权势地位或是富贵人的时候啊，不可以有阿谀奉承的行为，刻意的去巴结对方，让对方有好感，来达成自己内心的目的，或是提升自己的身份地位，或是希望能从他的身上啊得到其他的好处。勿骄贫是要我们在面对物质生活贫困或职业身份比较低的人的时候啊，像乞丐、工人、奴仆这类的人啊，不可以有瞧不起对方的心态，或是表现出骄傲自大的样子。朱子治家格言也说啊，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见莫甚。一个真正慈悲的人啊，总是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啊，甚至自己脸上的表情都非常的小心谨慎，生怕有一点不恰当不留意而在无形之中伤害到别人，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勿厌故勿喜新，是说我们不可以贪求新的而嫌弃老的旧的人事物。不要说大人了，连小孩子都是看到新玩具啊就马上丢下了这个旧玩具，喜新厌旧啊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习气。有些人甚至连自己有这种习气自己都不知道啊，因为心太粗觉察不出来。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很注意自己的心念，以免喜新厌旧的习气日益的严重。人不闲勿事搅，别人在忙没有空的时候啊，不要去打搅对方，要懂得礼貌，不管是打电话或是要去拜访人，都要先请问对方是不是有空呢，方便谈话吗，以免影响到对方办事情或作息的时间。即使我们有预约也要懂得察言观色，如果在说话时对方心不在焉或是顾左右而言他，这时候呢
就要很自信的告辞或是挂电话了。人不安勿话扰，当人在生病身体欠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打搅他，以免影响到对方休息。这一句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人内心正在惶恐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让对方更恐惧不安。比如说有人做错事，当他自己知道自己错了又内心深感不安时，我们绝对不可以再说你糟了，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例如小朋友打破东西，其他的同学就在旁边说你完蛋了，老师一定会处罚你的，或是动不动就说哎呀造孽啊，你这样会下地狱的呀，你的罪很重啊。像这一类恐吓施压的话，会令对方啊心更不安更惶恐。如果他已经知道错了，我们应该去安慰对方让他安心，不要因为一次的过失而长期的处于恐惧不安，这样也是做无谓布施。请看第28条，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之知欲思勉，扬人恶即是恶，即是甚或且做，善相欠则皆见，过不归道两亏。第一小段的人有短切莫揭，是说啊，当我们看到别人有短处有缺点或缺陷时啊，或者知道别人有某些方面的过失啊，绝对不可以去揭发，不可以故意的宣扬出去。有些人专拿别人的缺陷或过失来开玩笑，不顾及别人的尊严啊，比如说啊，一个人说话结结巴巴或是跛脚，或是说这个人以前曾经坐过牢偷过东西，或是他没读过书不识字，这类的事情说出来都会影响到别人，或因此而跟别人结了冤仇。人有私切莫说，有关别人的隐私秘密，譬如是说有关个人的身份地位名誉方面的事，是私人财物这一类的事情，如果我们知道了是不可以去告诉第三者的，应该要替当事人保守秘密才对。像有人嘴巴很松，一知道别人有什么秘密就到处的去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消息灵通，这样做这些事啊，都会损伤到我们的阴德的，也可能为我们自己招来的灾祸，这是缺德的事，不可以做。古人曾说啊，凡是一件事情是有关于一个人终身的，即使我们所知道的事啊是确实无误的，也不可以挂在口上。凡是一句话说出来之后有伤于自己厚道的，即使是饮酒闲谈茶余饭后的玩笑话，也要谨慎小心，不要说溜嘴。尤其我们有一种习气就是很喜欢把别人的过失当面说出来，而不顾及当事人的颜面，有时是有意无意的就宣传了别人的过错缺点，所以古人才会说出上面那段话来警惕我们，这是我们多生的习气，所以在平时不可以不谨慎，否则在这一边修行用功，在那一边漏失了自己的功德，那就很可惜了。道人善即是善，人之知欲思勉，能够称扬别人的好处跟优点这种行为就是善，也等于是自己的善行，因为在你的心里面所装的都是好的善的，那你就是处于善境界。而我们能够常常赞扬别人的善行，从这一点可以分三方面来看。一，如果行善之人知道自己所做的善事被他人赞叹，他就会更加努力的去行善。二，另一方面当第三者听见做善事会被人赞叹，那么这个人也会开始发心去做善事了。三，当我们自己是那个行善之人时，他人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善事赞叹我们的时候，绝对不可以沾沾自喜，更要自我勉励，要做得比以前更好才行。所以说人之知
欲施免。相反的，扬人恶即是恶，即是甚或且作。如果我们到处宣扬别人的过错处过失，这是最坏最恶的一件事。如果我们还自命道德仁义而极力的去痛骂贬低对方，有时候一不小心畅所欲言的言过其实了，或是故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到这个时候啊，你的灾祸很快就会要来到了。因为对方可能因为受不了过分的刺激而动了不好的念头，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说一些批评人的话或伤害人的话。对方如果受不了了，有时候会寻短见的，而有的甚至会伤害人。所以我们要绝对要注意，说话时要留口德，否则我们的口业在这一生啊，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冤家又越来越多了。《论语蔡伯篇》里孔子说，一个失去人心作恶的人啊，如果过分的厌恶他，到令他受不了了，他会因为被激怒而变本加厉，那么后果就会更严重了。因此我们要懂得以恶扬善，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时，应该规劝对方，但要先看看自己在对方心里面的分量。如果圆好又有分量，那么我们应该去规劝对方；如果没有什么分量，或是圆不好，那就少开口，就让跟对方圆好的人啊去劝他，啊，这是善巧方便。如果我们懂得关机劝人改过，那我们双方的品德啊都会有所提升的。不过呢，劝人最多不超过三次，讲三次啊就会令人讨厌了。再多说就结怨了，就应该就此打住啊。假如我们有机会劝对方却不肯开口，眼睁睁的看别人犯错而不肯去劝他改过回头，那这样对我们双方的品德都会有所亏损的。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劝人的时候要怡无色柔无声，否则即使你再有理，人家也不肯听。请看第29条，凡取予贵分小，予于多取于少，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而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第一小段的凡取予贵分小，凡是我们遇到有收或受的情况，收是拿人家的，受是给人家的，这里教我们在付出给人或是别人给我们东西的时候，都要先看看这是不是我们应该收的或是应该给的。例如你是政府的办事员，有人有求于你送你一大笔钱或是其他的好东西，要你做事的时候啊，睁一眼闭一眼，别太认真，这时候就应该要懂得这是不应该的。另一种情况则是自己舍不得花钱，总是想用别人的，这就是小气又贪心啊。这里教我们一个原则，通常是给人的要比人家给我们的要多些的好，就是要多给少收。所以说予于多取于少，俗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其实能够为人付出也是一种福报，因为一个没有福报的人啊，也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我们要欢喜的为人付出。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当我们要对人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的时候，必须要先问问自己，如果别人也这样对我们，我们能接受吗？喜欢吗？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这件事就不可以做，话就不可以说。所以
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以免将来跟人结了恶缘，或是造了恶业。底下一小段：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当别人对我们有恩的时候，我们在有能力的情况下，要尽心尽力的去报答对方。有句话说：“滴水之恩，涌泉以报。”这是教我们，即使是很微不足道的帮忙啊，我们也都不可以忘记。当别人对自己不好，或者心中有所怨恨时，我们不可以记恨，要将它忘得干干净净。可是，可能是啊，我们过去生中结的缘不好，那应该要如何的化解呢？我们要以欢喜心，逆来顺受，当成是在消业。果报完了，就可以转变这种不好的缘。如果在长团的时候，心中还有怨恨，要赶快的将它忘掉。抱怨的念头停留的愈短愈好，以免结下更深的怨头。在佛门中有句话说啊：“随缘消旧业，莫更造新殃。”在逆境中，不起怨恨心，不起烦恼心，随遇而安，随缘受报。也就是在善恶的境缘中啊，随缘度日。那我们的心是平静的，是清净的，那我们的境界马上就转了，业障也马上就消了。所以呢，要常常记得别人对我们的恩德，不要去记别人对我们的不好。而且报恩不是只在短时间，而是长长久久，一生不忘。只要有因缘，随时都要回报对方。在古代有些例子，报恩的对象包括了恩人的子孙，也不是只在眼前这一世而已哦。所以这种感恩的事啊，很值得现代人学习。如果我们懂得要念念感恩别人，那对我们的品德会有很大的提升作用。请看第30条：待婢仆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是夫人心不染，礼夫人方无言。待婢仆身贵端，婢仆是指佣人，在现在的社会就包括了所有在下位员工部署在内。端是端正正直庄重的意思，这是说如果我们本身是在上位的老板，或是长官上司领有职事的人，我们本身的言行举止态度上都要端正正直，要能以身作则。如果我们身为上司而言行轻浮随便，那么部署自然就会纷纷的离去了。所以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虽然我们本身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呢，虽贵端，慈而宽，这是说啊，虽然我们自己本身的心行端正，但是对下属的方式对待下属的方式啊，必须是慈悲而宽容的。要多替下属着想，绝对不可以因为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就对别人做出严厉的要求。有句话说啊：“律己一代秋气，处事一代春风。”意思是跟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相类似。我们绝对不可以严以待人。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是夫人心不染。如果我们对待下属是用权势来压人，强迫对方屈服自己，屈服听你的话，照你的意思去做，就算对方表面上服你，嘴上不说，内心却不以为然，根本就不认同你所说的，甚至怨声四起呢。如果你对待员工太刻薄了，他们还会阳奉阴违呢，暗地里给你捅皮肉。
那唯有理服人方无言，理是道理仁德。是说如果我们对下属啊，从礼上做出发点，用仁德来做出发点，把道理说清楚，讲明白，让对方了解原因，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对方才会心服口服，将来也不会留下画饼的。一个在上位领有职事的人啊，必须做到孔子说的君子周而不避，小人避而不周。意思是说啊，一位君子的心是公平的，普遍对人亲爱仁慈，而不偏袒某些人，而一个小人则刚好相反，他全是私心，只偏袒少数跟他比较好的人，不能普遍对所有的人亲爱仁慈，也因此会有怨言产生，无法服人的。可是如果可以做到平等对待的话，那你所带领的员工属下对你绝对是心悦诚服的。请看第31条，同事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稀，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同事人类不齐，就是说我们同样都是人类，却有着各种不同的种族，类别不相同，所过的生活也各自不同。以佛法来说，是医报正报各有不同。正报指的是我们这个身体啊，医报指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所有物质条件一切都包括在内。你看有的人福报大，相貌庄严，又健康有智慧，生活环境富裕，这属于正报医报都好。而有的人生在贫穷落后的山区，或是土地贫瘠的农村，生活艰苦，长相也其貌不扬，又无法受教育，这是正报医报都不好。然而虽有这些贫富贵贱之分啊，但是还是流俗众仁者稀。流是随波逐流的意思，俗是世俗，跟着潮里走的凡夫俗子占了大多数。而具有仁义道德又品德高尚的人啊，却是非常的稀少。那么一个真正的仁者又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底下说的，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昧。畏啊，在这里当敬畏，讳是隐晦扭曲事实，昧是谄媚求好。这是说他果然是一个有爱心，能慈悲爱护一切众生的仁者的话，那他会获得很多人的敬重。他的言语不会遮遮掩掩，绝对是事无不可告人言，而他的形象举止造作也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谄媚巴结人，或是攀援附和。这就是一个仁者，他的一切行止都是光明正大的。底下一段，能亲人无限好，如果我们有机会认识又可以亲近这样一位仁慈又有品德学养高超的善知识，那真的是有着太多的好处了。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得日进过日少，让我们的品德日渐的良好，天天的增长，而我们的过失相对的就日渐的减少了。那如果相反的，我们不亲人，不亲近善友及有修持德学的善知识，那对我们就有无限害了。因为不懂得要去亲近善知识跟他学习，而导致了许多的害处。这个害处就是小人进百事坏。怎么样的人算是小人呢？一个会让你增长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重视财色名食睡的人
他就是小人。比如说是那种教你不守法没有关系嘛，反正又没人看见，谁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千万别放过他啊，这些都是把你引向三恶道的小人恶友。而你自身因为没有三智士在一旁提醒啊，就会随着恶缘去做坏事了。如果不亲近善智士，那我们的外缘就会很差，而这些小人啊就会渐渐地围绕在我们的身旁。这都是因为我们身旁没有善智士，他们就会来引诱我们，使我们堕落，同时也不停地造作恶业了。所以由此可知啊，亲近仁者有多么的重要。请看第32条，不力行但学文，染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魅理真。这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只是不断地学习一些理论技术方法，而不肯有恒心地去执行，让它确实地扎根而且落实，那么这样的学习会让我们染浮华成何人，只是让我们增长自身的虚妄浮华，所学习的也都仅仅是表象，而且又虚浮不实在。那这样怎么会成为有用的人呢？这是告诉我们，除了学习之外还要力行，否则还是没有真实的受用。像这一类的人就如同佛所比喻的说辞俗宝，尤其是这里所教的弟子规，如果是会背会说却不肯用心的去做，那对我们不会有真实的受用。就像有些学生啊，成绩很好，可是一点礼貌都不懂，也不知道应该要如何去关心别人，如何的待人接物。那这种学生所学习的东西是没有根的，是虚华不实的，也经不起风浪的考验。而另一类则是但力行不学文，原本学文是学习各种有益的知识或才艺，学问可以帮助我们力行啊，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如果我们对事情只是闷着头去做，就像闭门造车，也不懂得理论方法，究竟是对是错是正是邪，还搞不清楚就去做，放任自己的我执我见，刚愎自用，那我们所学习的所理解的都不会是正知正见，更不可能是真理了。所以说是任己见魅理真，这是叫我们要解行并进，知行合一。就像我们修行一样，如果你只懂得佛法的理论啊，那你充其量啊只是一个佛学家，甚至即使你能讲三藏十二部的经典，这跟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烦恼习气并没有减少，还可能越来越多呢，因为你所学的跟你的心行不相干，是两码子事。相反的，你教理不明理论不通，闷着头去修，在修行的过程中将会有哪些情况或境界你一概不知道啊，是很容易出状况的。或者说自己已经啊，以为自己已经成就了，所以亲近跟实际修行要一起配合，才能真正有所成就。请看第33条，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信皆要，当读此勿慕彼，此谓中体悟起，宽为限仅用功，功夫道自色通，心有疑随则记，秀人问求却意。读书法有三道，道是具备这句话我们在念小学的时候啊就已经听了许多遍了，是教我们在学习时或读书时啊有一个规则啊一定要做到，那就是要具备心道、眼道、口道三者要同时运用，
才能真正学习得力。当然对自己也要有信心啊，对，这对于求学也是一样重要的条件。三道里面缺一样都没有法子把东西学好，唯有三道加上十足的信心才能够成功。因为没有信心，那么自己对于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把握，要想把事情做成功或学得得力都比较困难。再来是第二小段，当读此物木皮，此谓中体物起。我们在读书学习的时候，眼前这本书才刚开始读，不要又想啊去看另外一本，这样心不定，对眼前所在看的这本书根本没有办法吸收，这样怎么能学得好呢？此谓中体物起，只要我们对于手边的这本书啊，在没有读完之前啊，不可以啊再去拿一本新的来看。很多人都是这本书看了三分之一啊，过了一两个小时啊，又拿一本新的书来看，没几个小时桌上啊就堆了一堆啊都是没看完的书。清朝的曾国藩先生说啊，读书要做到桌上不可多书，心中不可无书。书桌上只放一本现在要读的书，注意力就全部放在这本书上。从古到今会读书的人都是把握一书在手全本读完的原则，一本书能够完全读完并且深入透彻的了解啊，这样子对自己才能有真实的受用。不止读书，其他的事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也是训练定力，让我们不会因为外界有了新的事啊就被吸引走了，也就是心不随境转。这一条是教我们要有始有终，不要见异思迁啊。除此之外，读书还要学，读书学习啊还要懂得宽为限紧用功。我们读书或学习要把期限放宽，要有较充分的时间，绝对不要临时抱佛脚啊，但仍要在充分的时间内加紧用功，全力以赴，就像我们煮水一样，想要把水煮开必须将火开大啊，煮一段时间水才会开嘛。如果说开了大火时间不够久，水也是煮不开的，或者说将火啊开开关关，那么水也不可能有煮开的时候。我们一旦能够保持宽为限紧用功，这样下去那就自然地功夫到自色通，因为我们长时期的用功自久了，功夫到了一个程度，原本不懂的地方自然能够通达明了。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啊，多用功，要有迫切学习的心，才能对于我们所学的东西深入意趣，得到真实的利益。拿我们修行来说吧，我们都听说过人命在呼吸之间，随时啊一气不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了。如果说要求升极乐世界，我们的条件具足了吗？我们有把握吗？沈安祖师曾经开示，西方佛国非悠悠善善所能治，万劫生死非因循怠惰所能脱。如果我们还没有把握，那怎么能不紧用功呢？如果我们在用功的过程中啊有所疑问，那就应该像下一条所说的，心有疑随得地啊，救人问求确意。答原是指啊短薄的木简，就像现在的小纸片。当我们对日常所学习的事物啊心中有疑问，无法自行找到答案的时候啊，就要随时用纸条把它记下来，等到有机缘可以请教人或是查书籍资料，
以求得正确的答案，明白他真实的受用。所以救人问求确意啊，就非常的重要了。那我们应该问什么人呢？我们应该问一位有修有证有学的善知识，以求得明确的教义及修学的理论方法，以解决心中的疑惑。接下来是《弟子规》的最后一条，第34条：房事清，墙必净；积案结，笔砚正。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虽有疾，卷数齐；有缺坏，就补之。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志。请看第一小段：房事清，墙必净；积案结，笔砚正。我们对于自己的书房以及生活环境要注意，屋子的内外要整理好，保持清洁，墙壁要干干净净。积案是指书桌啊，桌椅要擦得一尘不染。笔砚正啊，笔砚是毛笔砚台，就是指现在的文具用品。所有的文具用品呢，全部都要放得端正整齐，不可以那七零八落啊，跟刚打过仗的战场一样。如果弄得又脏又乱，表示你的心呢、也是一样，脑子里呀、一定是乱七八糟，因为你的内心啊、会反映到你所居住的环境上。而我们的心呢、又受了外面环境的影响，所以一定要保持的整齐干净，一尘不染。第二小段：墨磨偏，心不端；字不净，心先病。写毛笔之前的磨墨动作啊，除了是为了准备墨汁之外啊，也是为了让心啊静下来。所谓磨墨磨心，所以我们磨墨的时候啊，这个速度要均匀，墨条要拿端正啊，不要把墨条给磨偏了。那什么叫磨偏呢？啊，就是墨条底部啊原本是平平的，结果被磨的底部变斜了，看起来像缺了角一样。如果有这种情形，表示我们的心啊不端正，因为我们不用心磨墨，墨才会磨不平。字不净，心先病啊，这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们写字啊潦草，对写字这件事啊没有用心，所以说是心先病。一般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人如其字，这是说当我们还没有见过某个人的时候，有些人可以单单从他的字就可以对这个人的个性长相了解个大概。不论我们写的字漂不漂亮，最起码要以恭敬心把每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让看的人能够看得舒服看得懂，不用在那里猜半天，因为这是对于那个看的人没有礼貌。对于这些地方要特别的留意。唐朝的名书法家柳公权先生他的字写得苍劲挺直，有股正气澎湃的气势，这跟他安守本分正直不阿的个性有关。有一次唐穆宗问他如何用笔才能达到尽善的境界，他回答说用笔的重点在心，心如果正用笔自然正。所谓心正笔正这说明写出来的字跟内心是息息相关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对文字不恭敬。文字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在世间法文字可以将古圣先贤的知识以及教诲流传下来，让我们懂得道理，修养品德，增长学识。对出世法而言佛经的流传也要靠文字，透过文字般若进而切入实相般若，叫我们能明心见性，
出离三界。所以文字对我们这么重要，我们一定要懂得恭敬珍惜文字。从前能受教育的机会不多，认识字的人很少，能够写字的人又更少，所以一般读书人平时如果看到地上有字，都不会踩在字上，更不会从字面上跨过去，大多会捡回家啊，收集在一起，再用铁桶子把它焚化。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古人对文字的恭敬啊，不像现代人了。有的还把书报杂志带进厕所里去看，或者拿书报杂志垫在地上坐，因为得来的太容易了，就不懂得要珍惜。所以我们对文字啊有恭敬心，才能在学习时得到真实的受用。借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我们对于经典书籍的陈列摆放都要有固定的地方，不可以随便的乱放，每一次看完一定要放回原处。其实不只是书籍，每样东西使用过都要放回原位，这是大部分人都容易疏忽掉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把书籍或东西放回原处的话，可以方便下一位要使用的人，不会因为前面一个人使用过了，就把东西乱放，让别人要用的时候找不到。如果大家都养成好习惯，既是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下一小段，虽有疾卷数奇，有缺坏旧补之。卷数指的就是书啊，因为以前的书啊是一卷一卷的，所以说是卷数奇。他是说，当我们在看书时啊，虽然临时有急事，也要把所有的书先收拾整齐，这也是要我们养成好习惯。在以前，书没有像现在这么容易取得，所以是很珍贵的。书籍如果有缺页、缺破损我们要想法子把它给修补好。唯有爱惜书的人，才能够从书里面得到真实的利益。非圣书秉物事，必聪明坏心智。这是教我们，一切不是属于传述圣贤道理的这个书籍文章，你都不要去看。那什么算是圣贤书呢？凡是对我们的品德有正面提升作用的文章书籍都包括在内，像《论语》《大学》《孟子》《中庸》和佛教的经典《祖师大德的开示语录》等等。而小朋友则是看《弟子规》《三字经》《二十四孝》《古八德全集》《习字的故事》和《复生的故事》。为什么教我们除了这些书之外，其他的书都不要去看呢？因为其他的书如果内容不善，就会令我们必聪明坏心智，像一些会增长我们虚荣心、嗔恨心、淫欲心、贪心的这类不良书籍，都会上逼我们的聪明智慧，污染我们的清净心，败坏我们的志向，消灭我们向上的上进心。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远离这些不良的书籍。而在现代文明中，污染我们最厉害的有三样东西，那就是电脑、网络、电视和报纸、杂志。这三样东西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里面大部分都是杀盗淫妄，也就是色情与暴力充斥其中。几乎每一个节目、每一个消息都是在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不然就是世界各地的灾祸报道。这些媒体所给我们看的、听的，都在污染我们的清净心，这怎么得了呢？所以对于修行功夫还不到家的人，最好远离这些污染源，否则只会越染越严重。想恢复清净心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可以忍得住不去看不去听、不去说，这也是在修定。等将来定力够了随便怎么看怎么听都没有关系。所以古圣先贤告诫我们，非圣书秉物事是正确的。接下来是弟子规的最后一段，物自暴，物自弃，圣与贤可循志。我们都听说过，信为道源，功德母，不管是佛法
或是世间法，对自己有信心第一重要的啊，绝对不可以自暴自弃。我们不要说哦，看某一个人很会读书或成绩很好，或有其他的特殊技能或修行的功夫很高，我们好像比起人家来差很远，内心就感觉到很沮丧啊，没有信心，而想放弃努力。有句话说啊，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这是告诉我们，所有成功都不是偶然得来的。每个人过去生所付出的努力不相同，过去生努力的多，这一生就可以轻松地达到目标；过去生付出的少，这一生就得辛苦些。所以不要只看这一生，自己放弃自己而自甘堕落，这是最不明智的心态和行为了。圣与贤指的是圣人和贤人，像孔子、孟子、颜回，我们要能明白，圣贤人在未成为圣贤之前呢，跟我们现在没有两样，其间之差别只在于他们对于自己有期许，对自己有要求，绝对不自暴自弃，努力地改正自己的缺点，革其自己的习气，朝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迈进。像他们这样子努力，怎么不成圣成贤呢？其实圣贤也就是佛门所说的佛菩萨，意思是相同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本来成佛。世尊在夜睹明星正道时曾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达到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境界。我们的自信原本就是清净圆满，万德万能，我们不曾遗失过，只是迷失了，只是假象的污染覆盖在上面，就像镜子上沾到了灰尘，一片灰蒙蒙的，照东西照不清楚，失去了它原有的功能。我们修行就是要使它恢复原有的能力，也就是借由修德来开显性德。除非你是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是圆顿根器，否则的话都还是要时时勤佛事的。所以我们要天天读经听经，来对照自己的心行。只要我们具足信心，知道本觉本有，不觉本无，知道这个世间只是幻有，真正放下而不去执着它，保持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直到自己的清净心现前，那我们就真的应了这段文字后面所说的“圣与贤可循志”了。《大学》里说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又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所以我们知道，修身是一切的根本，《弟子规》是根本的根本。我们活到老学到老，这本《弟子规》里面的每一条，我们都应该终身的奉行，这样子我们才能积功累德。而《弟子规》的每一句的意思都是深广无尽的，可以涵盖四出世间所有圣贤的教诲，我们怎么能不学呢？这本《弟子规》我们简略的将它介绍完了，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请诸位慈悲指正，谢谢各位。